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，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的嘛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受益，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滑到最下面留言，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。那今天的朋友记得要加老师来，记得要订阅哦，老师会邀你到群组，并依你的问题拍成 YouTube 并附上你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，好，再来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，好，OK， 那我们再来。好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酒酒。好，继续，势如破竹，好了。啊，这个酒，这个酒，这个好了，这个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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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酒酒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。那我们再继续吧。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两个有事，这个就是啊、哦、是 OK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这个三过来，哈、哦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两个一定有三，对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就三。OK， 好，那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叫三 ，OK。哎呀，好，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两个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也不能有三，这就三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，好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边啊，差是不是差一四？这边有事放什么一？这就放什么是？OK， 那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就是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吧。好，那这个四过来，这就是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过来，这就一。好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六过来，这就六。好，那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二？那这个二杀过来，这就二。好，那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二杀过来哈，这整排都哎，等一下哈，这个还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没办法确定哈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哩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是差一个什么六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六过来，这里啊，这个太多了哈，谢谢大家哈。健脑不健身重要。那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是图形的，或你刚开始碰到的是麻辣的，看不懂，多看两三遍，一定看得懂。我们看速读的顺序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再来图形的初级、图形的中级、图形的高级，再来麻辣。因为老师在解说图形跟麻辣的时候，用高级的扫面法的进阶版，所以你至少要把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看。
看完或是另混合看都可以，谢谢大家。